好，大家好，我是 DJ 八，这是 DJ 第三 Jason。那今天就来到我们新 Alpha 系列的试用，听起来很开心，的确很开心。画面上呢是三只 Anastasia Alpha 对上我们的四代水轰哦。那其实我 news 的时候也有讲到，我会想到它会被屌虐，但没有想到它会那么被屌虐。慢慢看就知道。那先说一下，剩下那2只，我可能打算再刷一刷石头，看能不能再把它弄个火属2只，然后光属2只啊，尽量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行。那说到这，Anastasia Alpha 这里，因为五代水轰没有进，训练场嘛，那暂时可能就没办法打，但效果怎么样呢？应该不用多说了，肯定会。伤害是肯定够的，而且应该会蛮 OP 的。那用四代水轰的原因是，它其实血量很少。然后本来降临的时候就已经有用三四代木轰的友情去做一个轰炸的动作。然而呢，这个队伍呢，自杀式炸弹。也可以炸的，而且炸的是核弹。我现在因为我是打完之后再录音的啊，就刚刚 想起那个画面还是很好笑。配置的方面就是三只都有级，然后各自三种机种，不是三种种类的加级啊，各级2颗。文章全部对水上，然后。最弱点也是上，大概就这样。打起来呢，非常的舒压，然后嘴会合不起来，因为100%会在笑啊。第一次会啊，第二次可能就没事了。当你习惯了之后，如果下次是在水轰再进怪诞日，我觉得这对刷应该会很快，甚至可能连五代木轰去帮他。加速也不太需要，因为三只就能炸烂了。其实2只都可以了，就纯粹的看个爽。小怪随便炸，硬邦邦不行啦。硬邦邦还是要撞一墙，然后再撞才能一击杀，不然的话还是不行，友情是打不进去。然后其他任何小怪、小 boss、巴拉巴拉巴拉，全部都可以用友情炸烂。剩下的就看影片吧。补充一下 SS 倍率的部分。自强化一模一样，就1.15跟1.35。然后持续回合就跟原版的一样，4回合跟8回合，就是一阶段就是动一次之后会消失，然后二阶段就是动2次。不包开 SS 的那一栋，所以其实配上木轰是非常好的，一只就已经很好的充了能。就这样。
確認しない。なんと浅はかな世界でしょう。ソースも確認しない。なんと浅はかな世界でしょう。